请收看慧律法师博学讲座。第三十八题，怎么样劝好人不生坏人的气？好人是善良的人，善良不代表解脱。这个我啊，哎，已经重复的讲，善良的人不代表解脱的人，解脱是圣人，哎，解脱的圣人一定是善良的人，善良的人不一定是解脱的圣人，没有智慧。好了，怎么样劝好人不生坏人的气儿啊？注意，你所生气的对象并不存在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是不是？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啊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度一切苦厄啊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你生气的那个对象并不存在。所以我们啊，不能说啊，怎么样劝好人不生坏人的气儿，诸位要劝他学佛，开如来的智慧。有智慧的人自然不生气，因为知道一切法如幻，